Suéltala.你们先出去。是。这位夏小姐以前也是共产党，既然投名之后致力于和平运动，你看她现在过得多好。今天让她过来跟你聊一聊，你好好听一听，看看有什么启发。夏玉竹来了吗？已经在审讯室了，肖特委员正在跟听。董先生，你好。其实我不是什么共产党，我只是在苏南根据地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我带着孩子离开那儿，来到了南京。董先生，你有家人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和理想，我只想带着孩子不安稳的生活。我来听你。特派员，也许你认为我是妇人之见，但我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我的爱人和你一样，也是干革命的。我失去了他，我和我的孩子现在无依无靠，而我必须独自承受这一切。你爱人是谁啊？是任志远。任志远？你认识志远？如果志远同志在天有灵的话，知道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他一定会寒心的。你们总说为了信仰愿意放弃一切，但是我觉得活下去的人其实比死了的人更坚强。我不想和你争辩，我只想告诉你，仁人志士，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行了，不要多说了。董先生，我知道你和志远是一样的，我只是想站在我的角度劝一劝你。志远曾经跟我说过他的经历，这也是我来南京的原因。他当时来南京的时候，住在吉庆路的爱华公寓。他说，那旁边就是玄武湖，景色很美。我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和他一起，我们一家三口来一次南京，住在这间公寓，平日里可以带着孩子在湖边漫步。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再实现了。爱华公寓还在，但玄武湖已经不在了。日本人开闸放水，玄武湖日渐枯竭，中国人连玄武湖管理的资格都没有，更何谈湖边漫步。查查爱华公寓，看看有没有什么来头。是。爱华公寓的接头暗语让董掌柜明白，夏雨竹就是当日的接头人。两个人分别扮演着劝降和死硬到底的角色，但是暗地里，
董掌柜用手指轻轻地敲击，双方用密码的方式传递着情报。既然你对池原有那么深厚的感情，你就不应该干这样的事儿。我爱池原，但是我并不认同他的革命方式和政治主张。信仰并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只能给家人平添痛苦。董先生，请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别再多费口舌了，想让我做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董先生，请你冷静一点。只要你答应追随汪政府，我就可以把你的妻儿接过来，让你们一家人团聚。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人为被诱而死，国为被诱而亡，皆为民族之耻。董先生，不要再这样顽固不化了，这样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我不要什么好处，请你转告陈德道，哪怕他在用任何卑劣的手段对我，都不可能在我嘴里掏出半点有价值的东西。有没有觉得他们说话很奇怪啊？共产党说话就这样。董先生，你这样是何苦呢？不相为谋，请回吧。小舅舅哭了。你们之前认识？把手打开。打开。我是替我丈夫打的。你这个卑鄙小人，你说池原死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对他的？他是不是也这么痛苦？敢打老子，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毙了你。好，有话慢慢说，好，慢慢说啊。老陈，别生气，我把他拖走啊。冷静冷静啊，走走走。我听说当年任志远是因为保护你还有和平所以才被捕的，他有见过和平吗？
等和平长大了，他会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平的身上有他的影子。你见过志远？没有，我听我姐说过几次，有点印象。这不是回家的路。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去哪儿？到了你就知道了。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全南京最好的小学。和平差不多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不能总在家里待着。我托了点关系，再过几个月他就可以来这里上学了。怎么，被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了吧？君豪，谢谢你。但是我不想让和平留在南京了。为什么？现在南京不太平，我们的身份又……我不想再连累孩子。你大可以放心，上次的事情绝对不会再次发生，我都已经想过了。以后和平上下学，我都会专门派人接送，绝对安全。君浩，我知道你对和平好，但是我真的有点怕了。我怕再连累孩子，这孩子受的苦已经够多了，而且其实你不用为我们做这些。给你配备这辆车，是让你执行任务使用的，不是为了解救别人的儿子。要是被别人发现了，你知道后果吗？站长，我愿意接受处分。双菊，我知道你们感情深厚，但这是南京，稍有偏差，就会置自己于死地。你是党国培养出的精英，也是我孙某人最信得过、最牵挂的人。我不希望你出任何意外。镇长，请放心，此类事情不会发生第二次。这是美国人给的最新的密写工具，隐蔽性非常高，你熟悉一下。主任，东西买回来了吗？哎，你要的玩具机车。我儿子就喜欢这个。主任，这是米店研究小组刚刚送来的新的米店码，等你审阅后我就归档。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我答应他要跟他一起吃饭，我先拿着，你跟机要室说一声，明天再归档。是。先生，他们人呢？少爷在餐厅呢，太太还没回来。没回来？去哪儿了？他说是买东西去了。回来了？干什么去了？买东西。东西呢？重生想要吃西式的罐头，我去看了，卖得太贵就没有买。丫鬟的命啊！钱不是问题，绝不能亏待我儿子。以后他想吃什么，要什么，都要给他买。
明白吗？哎呦，儿子！闭上眼睛，真乖，不许睁开眼睛啊！不许睁眼啊！睁开吧。猜猜这是什么？毛毛雨。喜欢吗？亲亲爸爸，真乖。我们去试试车。儿子，以后有什么想要的、想吃的，跟爸爸说，爸爸都给你买。刘妈，哎，一会儿想给重生洗澡，你帮我上楼准备一下换洗的衣服。好的，太太。重生，今天爸爸就在想，是给重生买小汽车呢，还是买娃娃？后来爸爸想，重生是男子汉啊，绝对不能玩娃娃。动，转过来。陈德道，你要干什么？手里拿的什么？给我，快点儿。拧开，看我们这行，不可能相信任何人，这你应该知道。
怎么总穿这件睡衣啊？回头我给你买两件。我今天看见夏雨竹了，他来特工部，却像一个共产党。是吗？是啊，那个共产党油盐不进。他没跟你说什么吗？没有。来南京你们俩没见过面啊？没有。你就不能多说两个字吗？真给我糟心！哎，站长，您这是？哦，这个地点不能再用了，得立刻转移。出什么事情了？有个下线失联了，有可能投靠了伪政府，他知道的事情不少，我们必须有所防范。他叫什么名字？叫胡有光，是青浦特训班出来的。不瞒你说，最近像他这样的已经出了好几个了，戴老板已经下了追查令。这件事情你留意着点，要是有什么发现，就立刻实行家访，不用向我汇报。我会留意的。这是新的联络地点，下次联系就到这儿来。记住了。上次交给你的任务进行的怎么样了？伪政府密电小组最新编写的密码本都在这里面了。太好了，双军，这又是大功一件呢。这学员启事需要登几日？连登三日。可以了，去那边交钱吧。谢谢。小姐，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重生。来，快进来。小姐，来这边。嗯。刘妈，刘妈，坐这儿。哎。刘妈，家里来客人了，赶紧沏壶茶端上来。好的。重生，快过来。这是干妈。重生啊，上一次干妈见你的时候，你才这么一点点大呢。来，这是干妈给你买的小礼物，等有机会，干妈带和平哥哥一起来看你，好不好？快说谢谢干妈。来，拿着，去玩吧。谢谢小姐，咱们姐妹俩还客气什么呀？重生他跟着我，受了很多苦，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不，双菊，你是一个好妈妈。重生在战火中出生，在那样的条件下，你还是顽强地把他生了出来，带着他离开上海。又去重庆，咱们都是母亲，我能理解一个人带着孩子有多辛苦。来，双菊，我来。
陈德道对你和重生好吗？对重生挺好的，重生不能说话，陈德道就尽可能的补偿他，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想着重生，重生也很喜欢他。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重生对陈德道有感情，有了感情就离不开了。你要离开陈德道啊？我迟早有一天会带着重生离开他的。既然早晚都要离开，为什么不是现在？重生现在太小了，要等他长大一点。不说我了，说说小姐吧。我听说君浩少爷现在也回程碧姐那儿住了，记得以前小姐一见到君浩少爷就要和他拌嘴的。以前我们都太年轻了，不懂事，现在不一样了。是不一样了，没想到连君浩少爷都和陈德道这样的人混在一起了。对了，上次听君浩说陈德道有一个线人给他提供了很多情报。线人是从重庆那边来的？不知道，不过成天听程碧姐他们说最近重庆跑过来很多人。小姐是最近听说的？这个线人也在南京？在，好像经常和陈德道见面。盛曲啊，你对陈德道的事情很感兴趣？他是他，我是我，他的事情我从来不过问。你是不是在替重庆那边做事？小姐，你怎么会这么想呢？当年重庆那边对我赶尽杀绝，我是在重庆待不下去了，才带着重生来南京的。我怎么可能还替他们做事呢？盛珏，我只是担心你。如果你真的是为重庆那边做事，那你还待在陈德道身边，太危险了。谢谢小姐，我现在这样挺好的。来，小姐，吃个苹果吧。重生，重生，你怎么了？重生，小姐，我上去看看，你在这坐会儿。我跟你一起去。哦，不用了，小孩子淘气着呢，我去看看就好了啊。好，你在这歇会儿。小姐，要再添点茶吗？不用了，谢谢您。白政委，玉珠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我的判断没错。玉珠没有叛变，他一直在寻找组织。登寻人启事，
是老董和我们的联系方式，这夏雨竹怎么知道的？他们肯定见面了。可是老董已经被捕了。我把夏雨竹的情况向组织进行了汇报，组织上的态度是派人过去，对夏雨竹的身份进行甄别。白政委，让我去吧，我对雨竹最了解了，他现在这样的处境，急需我的帮助。文霞同志，组织上已经决定派王默同志去南京了，一来对夏雨竹的身份进行甄别，二来重建情报站，尽快恢复那里的地下工作。白政委，王默同志对雨竹有偏见，我担心这种偏见对雨竹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你也一样啊，你对夏雨竹那么信任，也会影响你的判断力啊。不，我对雨竹的信任是基于对他长期的了解，我们不能因为个人好恶就去揣测甚至冤枉一个积极向上追求信仰的年轻人。文霞同志，你说的没错，上级已经给王默同志下达了明确指示，对夏雨竹的身份甄别不能擅自做主，要随时汇报。这下你放心了吧，文霞同志，组织上让你留下来其实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现在国民党和我们的摩擦不断升级，蒋介石又刚刚颁布了命令，让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之前开拔到长江以北，显然是别有用心呐。所以上级决定除了皖南的新四军开拔以外，其余部队按兵不动，准备进行整编。上级要你留在根据地做好接收其余部队的准备啊。是。消息可靠吗？是小姐听肖军浩说的，他说这个线人跟陈德道经常见面，给他提供情报。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就是您上次提的胡有光。你把这个人的行踪搞清楚，一旦确认立刻铲除。是。追杀令刚下了不久，我们南京站就有了建树，戴老板一定高兴的。小姐回来了。唐妈，这是我给何平买的奶油蛋糕，你一会儿拿给他吃。哎，好。身体要励志，这样。你看这俩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父子俩呢。哎，对了，唐妈，啊，今天的《中华日报》来了吗？来了，来了，我去给你拿。哎，每次见到长辈，必须要行礼。行礼。一十分钟。知道吗？嗯，你这个腰啊，还得再下去一点，得成90度角。对，你看。お疲れ様。お疲れ様。哎。再来一下。我这边拉什么？我是墨西哥亚喽。墨西哥亚喽。哎，咱们墨西哥亚喽。墨西哥亚喽。好你。够可了，妈，我这个拉什么？啊，妈，妈，妈，这等我了。你怎么了？你在干什么？说话！小舅子叫日本的。你学什么日本的礼仪？你学什么日本的礼仪？你是中国人，以后不准再给我学什么乌七八糟的日本礼仪，听见没有？我错了。君浩少爷，你快进去看看，他们母子俩不知道怎么了。知道，接下去。听到没有？给我重复一遍。以后，
陶妈，哎哟，太太回来了，我去给您热菜啊。不用了，我吃过了。哦。太太，您先喝点银耳羹。先生还没回来呀？哦，吃晚饭的时候，先生打回来电话说，今天要开会，要晚点才回来。嗯，这百合银耳羹不错，给和平和雨竹送去吧。哦，我上去过了。雨竹小姐的房门一直关着，敲不开。为什么呀？下午的时候啊，君浩少爷带着小少爷在花园里玩，雨竹小姐回来，不知道怎么了，就把小少爷带到房间里去了，还发了好大的脾气。小少爷一直在哭。那君浩和和平干嘛了？我没太注意。那雨竹骂什么呀？好像是说。不许学日本人的什么。雨竹小姐和小少爷一直在房间里没出来，晚饭都没有下来吃。行，你忙去吧。哎，姐，你敲一下门行吗？我万一要是没穿衣服呢？我问你，今天下午怎么回事啊？什么怎么回事？那雨竹就因为和平学日本人发脾气了？我当什么事儿呢？你说我们家这些佣人真够可以的，这么点屁事也跟你说。别给我嬉皮笑脸的，我把雨竹留在家里，自然要多一个心眼。你快给我说怎么回事？哎，没事，我就是下午在花园里教了和平几句日本的骂人话，谁知道给雨竹看见了，他就跟我急了。真的？你要不相信我，你问我干嘛？你说你也是的，你多大的人了，你教一小孩骂脏话，别说雨竹了，要我我也得骂你。是，我错了，我下次不再犯。君浩，有件事儿我得提醒你啊，你对和平好我不管，你要是对雨竹动了心思，这事儿我就必须管了。好好的，你提这事儿干嘛呀？我再不说就出大事儿了。哪有那么严重啊？哎呀，当年我是撮合过你俩，但是时过境迁，雨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单纯无邪的小姑娘了。他爱上一个共产党，还给人家生了孩子，因为这事还坐了监狱，这些都是人生的污点。你现在政府里工作，就算不在政府里工作，这种女人也不能要的。那照你这么说的话，你跟夏寒轩的事情姐夫也知道，那你这种女人姐夫也不能要了。你这个臭小子，你姐我跟夏雨竹一样吗？啊，行，我知道分寸了，你放心吧。记着啊。秘书长，你没事吧？嗯，没事。开会开多了，一会儿回去睡一觉就好了。停车，你去看一眼。是。